我欠人家八万块了，你赶快来，要不然他剁我的手了。有啊，有女儿吗？有啊，然后对的嘛，我就很怕，我老公说你不要剁他，我会给你，真的。我就说，他就等一下要接通。妈妈，我是你女儿，我很好，我名字叫了，叫了，我跟阿公谈，所以你就会分辨了，对不对？也是会怕嘞，你们应该比不错，没有自己亲密的称呼，就是因为又有女儿。但是还要他说，哎，我在找干回鱼，我会说他叫鱼。对啦，他小时候，我就叫他说小鱼，然后他就说，妈妈，我是林莹的。